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nter， 欢迎收看 Enter Box。今天我们来开箱华擎 ASRock 的 Z490 Pro 4这张主机板。好，那我们大概已经知道它的一些规格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侧边的一些内容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开箱这个板子。那这边的话可以看到，它就是已经搭载是最新的 Z490 的晶片组啊。然后背面的话，来看一下它有哪些特色。好。那我们马上就来开箱吧。哇、wow, 哦 ，OK， 那我们从这边看，呼呼，那这边应该还有一些内容，这个是说明书、挡板、两条 SATA 线，然后这个是。铜柱啊，螺丝是 MW 的，好，那这光碟片，主机板的部分，哇哦，